大家好，我是采耳哥。今天是星期天啊，又到了视频更新的时间。今天的视频更新的有点晚啊，刚刚才把这个素材编辑好。今天的一个视频呢，是一位女士，然后呢，她由于长期睡觉嘛，戴耳塞。所以这个耳塞就叼在耳朵里面没出来啊。一般我们戴的耳塞都是属于那种慢回弹的，它这个掉进去时间很长了啊，周边完全阻塞。我开始还是以为啊比较好处理啊，是吧？一钩子把它给勾出来，最后发现这个耳塞呀。由于长期的挤压或者是吸水啊，它就变得很酥、很松软了，根本就勾不出来啊，还是不太好处理。又加上堵得比较紧，也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况，所以清理起来比较的慢嘛，还是以安全为主。开始跟他检查的时候呢，我以为这个耳朵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耳道啊？最后用这个摄像头给看呢，原来是有一个异物在里面。视频的最后面啊，就是把这个异物啊取出来以后呢，耳壁还是有一点点发炎啊。最后让他去这个药店里面啊，自己买的消炎的擦一擦就好了。好，今天还是一个原声的视频嘛，大家耐心的看完视频啊，咱们下一期接着更新。这个烂掉了，你这个怀疑的重音可能它导不出来哦。它这个是那种硅胶耳塞，是不是？嗯，放进去它会膨胀的那种。懂。
这样不痛吗？嗯，有疼不疼？一点点啊。我已经没好多水了。有耳朵。有，你这个因为堵在里面，它进了水，它就出来不了。堆住了。就是他的可能，要不就是。没结束吗？嗯。这样不痛。嗯。
你是最近才发现的，感觉有这些东西吗？也不是，就经常有时候会堵到，后来也没管，归我们家没有这种采耳，这块比较少，而且不专业。也没想着去医院看。我当时以为比较紧，因为可能这样水它感染之后，它又能听得到，是吧？嗯。这边疼吗？刚刚有一个中山红，这边挖的也有点疼。这里吗？嗯。